出去。哎，是谁啊？是我。是，就是因为是你，让你出去。哦，不是，先生，我是您刚才在网上预约的六九同城服务的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什么公司？六九同城服务公司。六九同城，六十九元一次，一次俩小时，俩小时指定够用。不用。先生，你是不是怀疑我的技术啊？不是，我可有经验了，只需要两个小时，我就可以把你这里打扫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。哦，保洁的呀。啊，那你干吧。好的。不是先生，放您这个医院，我觉得两个小时干不完。那怎么办？能不能放点快的、带劲的？事儿多。这个行。你放这个音乐，我有点赶不上我的拖把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能不能放自己的音乐？就是每一次拖地的时候，我都有自己的音乐。停！你这样干扰我创作。先生，马上就好。哎，停！啊！不要越过这条线，不要打扰我工作，干活。黄加蓝等于绿。哦，我线呢？先生，刚才还在这儿的呢。走。哼，别过线。没过线，还治不了你。好，别过来。你到底想干嘛？先生，每一个保洁员我们都是按照处女座招的，见不得脏。哪儿脏？您这衣服还不脏？这是艺术，干你的活，别管我。
香皂、沐浴露、洗发精都在吗？一起来，滚！搓澡呢？还搓？先生，艺术来源于劳动。你的劳动还有15分钟。视线里，还没画。哎，这画好了吗？我看看。哇，这画的还不好啊，够好的，这简直是印象派的巅峰之作。记住了，照这个画，再给我画5幅，好吧？好了，定金先交给你了，好吧？后天我来取。